我已经这么棒了，我已经做到了最好，但是这个环境特别的糟糕。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一边喝茶一边聊一下天，没有写框架，就和大家聊一下最近的一些想法吧。近一段时间以来吧，一直有人和我私下里聊一些关于职业发展上的问题，还有跟工作有关的问题，有还在学校的学生，也有已经在工作了的朋友。首先我非常感谢就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吧，因为我也是做这个节目也是主要是为了自己的一个 reflection， 当然如果能够帮助到大家一点点那是最好的了。我在这些聊天中发现的一个比较共性的问题是，大家问问题的方法有一点需要改进。其实上两期我和小乔的对话里面有特别大的篇幅都是和寻求反馈有关的交流。我发现很多时候人问问题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要问什么的，很多时候就说的非常的 generic， 或者是只讲过程，或者是只讲自己对一件不好的事情的一个判断，对项目的判断，对同事的判断，或者一直在说一个事情的过程，并且做出这个事情不合适的这么一个判断。其实在我看来都是有点点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吧。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工作上也经常会遇到，就是说有些做了一些什么项目给领导去 review 的时候，并没有问出比较好的问题，就是我们进行这个 review 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我是觉得如果你想真正的从这个沟通交流中或者这个问询中得到一个你觉得有用的答案，或者是真正的对你接下来要怎么做有帮助的话，保持一个真诚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这可能需要一些勇气去暴露自己有可能不清楚的一些事实。我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一个这样的态度，而不是我已经这么棒了，我已经做到了最好，但是这个环境特别的糟糕，所以我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可能咨询的是同样的这个事情，但是它这里的细微的差别会让听者觉得可以更加的积极的帮你去case by case 的寻找一些解决方案。我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有些笼统，但是我想推荐一个我平时时常会听的一个播客，叫 Steve 说。 Steve 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也是个心理学的科普作者。他这一个 Steve 说的播客里有很多回答听众的提问的内容，我觉得他在里面选择的一些听众的留言，还有他去分析这些留言然后给出一些建议的一些叙述非常值得我们的学习。你会发现他挑出来能够给出很深刻的见解的时候，通常都是听众的留言都比较的具体，已经有一定的自己的分析一些猜测，而且很清晰的是它是猜测而不是 judgment， 不是判断。所以 Steve 老师可以给出一些比较深刻比较丰富的一些分析和一些 actionable 的建议，这个是其实给了我挺多启发。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加有针对性的，更加 case by case 的一些更加有启发性的回答的话，就是真的是要学会去自己先想一层，先好好分析问题，不要陷入即刻的判断里面。那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了，就和大家聊一下这个关于问问题的事情。最后还是要祝大家有勇气的面对自己眼前的一些问题，可以的话多积极的思考一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给我点赞、留言、订阅和分享。拜拜。